应该是因为布局变了一些，毕竟有很多店是流动摊贩。去那边看看吧。是我们上次去过的那家服装店吧？确实。欢迎光临，想买点什么？嘿，二位有点眼熟啊，这衣服是从我们店里买的吧？原来是回头客，我们店呀，回头客可多了。看看想买什么，全都给你们优惠啊。二位，那要不要考虑参加这个活动呢？二位还记得春日集会吧？这个打卡活动就是春日集会的后续活动。传单上已经写明了地点和打卡事项，只要按照这个顺序前往，最后就可以解锁惊喜奖品哦。不觉得很划算吗？又体验到了新奇的事情，最后还能获奖。看来是一种新型的招来顾客的营销活动。参与打卡的人在这市场里到处游走，既营造了市场热闹的氛围，又不可避免地带动了消费。所以说是双赢嘛，你们收获了快乐，我们也收获了营业额。哦，东西可多了，我偷偷给你透露啊，里面就包括我们店的优惠券，一件九折，两件八折，以此类推。听起来好像有几分意思。我们也没有别的事情，要不就参与试试呢？你们确定参与是吧？那刚好呢，我们店就是第一个打卡的地方。我们这里的要求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尽量多试穿由我给你们送来的衣服。
每搭配穿好一套啊，就要拍照留念，最后照片数量达到一定要求就能过关。那我来试穿，就麻烦你给我搭配，可以吗？没关系，尽力就好。准备好了吗？时间到，恭喜你们过关了。二位很有默契嘛。那我们这是打卡成功了吧？怎么了吗？好，不过我很少尝试这种风格的衣服，可能最后搭配效果不会太好。好好好，我懂，惊喜嘛。好，走吧。不要忘了，我们这个店有好几家分店的，如果碰到了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番哦。
要不要猜猜看？按照规则，我们需要在这里完成花瓶 DIY 装饰体验才算成功。我们选这款怎么样？毕竟是基础款，稍加点缀就能有不错的效果，对于我们来说，难度会小一些。如果现在没有头绪的话，我们先来聊一聊，寻找灵感吧。比如说，你想用这个花瓶放什么花？或者你想将这个花瓶摆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先设想出一个画面，或许自然而然就能找到答案。不错，到时候放上几朵盛放的素堂花，应该会与卧室的装饰很搭。那你现在对这个花瓶已经有想法了吗？啊？你看起来对我很有信心。那就开始吧，我很期待我们共同的成果。Thank you.
画好了。看来，你的信任没有被辜负。是之前我们去过的那家花店。嗯？你说什么？是你们呀，又见面了，这次是来打卡的吧？就是，应该是看到我们手中的传单了吧？啊，对对，拿着传单来打卡的客人，我见过好多了，所以看到你们拿着传单，我就猜到了。而且咱们之前不是见过吗？毕竟是拿着夜光素糖来的客人，我印象比较深刻。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先和你们讲一下具体需要你们做些什么，怎么做。我来看看。这样子呢？
这边插的话太多了，所以才会这样。怎么了？还是没明白吗？是你先在我教你的时候心猿意马的。如果当恶人能有这样的回报，好像也不错。八九十，恭喜你们打卡成功。真是太麻烦你们了。哎，对了，你们养的素堂花开花了吗？开了，还要谢谢你当初向我们推荐周师傅。那就好，别客气，小事一桩罢了。毕竟先生你这么用心，怎么会没有好结果呢？玩得开心吗？看来，我们已经抵达最后一站了。我问过店主了，他说没有什么需要帮他做的，我们随便看看，喂鸟逗鸟都可以。也很乖巧。你知道飞手？因为这个，
这是我刚刚问店主拿的。这种饲料是这个鹦鹉最爱吃的品类，而且当初训练它时也用的是这个饲料来作为吸引和激励。想试试吗？怎么了？别怕，鹦鹉很痛人心，飞手则更是要他全身心地信任你。如果你先黄了，他无法感受到安全感，就不会飞过来的。我看到了，你做得很好。他信任你，就像我信任你一样。下次休假，我们再来一起看他们。哎呀，二位回来了，玩得还开心吗？嘿，这怎么能叫突然啊？这应该叫厚积薄发。老板娘，我们已经全部打卡完了。啊，打卡完了。那接下来是？打卡完之后，你应该给我们惊喜奖励了。喜呀！就是这个。
怎么了？你看起来有些失望。上次我们一起去过的湖边还记得吗？我在那里等你。你男朋友说啊，只要这么跟你说，你就知道该去哪儿找他了。看你的反应，我可以觉得你是很喜欢我给你的神秘惊喜吗？并不是突然，其实你也有所察觉吧，毕竟我的破绽并不少。只有这样才能让惊喜的感觉更加强烈，否则全都被你猜到了，我会不可避免地有些挫败感的。
其实我已经拜托服装店的店主找个借口把你支开了。能让你开心，就算不上什么。我总是希望可以给你更多，不管是惊喜的感觉，还是美好的回忆。而且，你不是也为我准备了礼物吗？难道我说错了？不是给我的。我知道你是想要送给我的。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说你想要和我穿情侣装，想要你亲口承认对我也有占有欲。情侣的单品不就是为了宣示主权吗？在人群中和身边的人穿着一样的衣服，无声地宣告着对他的所有权。你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吗？当然，我愿意，非常愿意，甘之如饴的那种。